也按多年来，东山网的发展，南岩苏米耶高雄市贡献不少。除了希望前进，包括年前南岩的米农的方法，也会包括每同米农去工作的合作，有请的专业的先生来搞山水岩，也从同山韩国河坝并落去来岩部的一个方式。唔但请后生的中医，连沙区的家族，每强下去参加。睇講起骨少啲湯，唔管係西拉嘢，阿算西摩嘢，每啲人都專心同飲補需要嘅連線，一陣一陣連備好。除了保留基礎嘅飲法，更加馬刺看到同技術各國嘅山水飲，第二飲嘅口上。人講講是傳鬼叫人，係真正從細到大冇看過，係啊，我感覺佢新鮮。我飲到我嘅線條同嗰啲顏色咧，呢分布同深淺咯。感觉有种爱上火，有茶安一样样个麻烦的所在是，因为安尼爱有安尼地平线，安尼地平线然后爱流出来，同安尼个山的安尼山峦吼，爱一层一层慢慢的去腌伊，唔要讲啊，将安尼山芋一次做一下下去腌啊。一款腌不醉社会今年是百以上，难为变做像山水画样的作品。工人郭少讲，一两年除了七家种木兰。嘛教學生嘅飲補，明年嘅五日係希望帶小朋友到日本學習無窮用嘅南飲技巧。广西冉冉呢，走到第五年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气魄，除了我们的山水冉大装置即将在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大登场以外，明年五月，我们希望带着师生再将日本的。冉冉记忆，得到的记忆呢，带回来，所以希望有一个国际的视野可开展。同闽南的山、闽南的湖，还有闽南的风情，一百又一百岩面起发布地都。江贤国少讲，山水岩配南岩技术的提升，也希望闽南复兴南岩一条路，由见到的美感来养成。下个新闻整份，只公布图。